其实试管婴儿呢，同样会存在有宫外孕的可能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胚胎啊，我们移植到宫腔里面去之后，它并不老实，它可能在宫腔里面到处游走，它要寻找最合适的一个地方进行着床。但是因为有部分的患者的话，特别是这种宫腔环境比较差，室内膜环境也不好，内膜薄啊，甚至有部分有少量的宫腔粘连，还有就是因为一些腺肌症啊或者子宫肌瘤的话，坑坑洼洼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话呢，它可能这个胚胎的话也会游走到宫腔以外，像输卵管这个部分如果是它没有及时的在它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之下。再游回到宫腔里面去，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环境、一个地方进行移植的，进行着床的话呢，它就会导致这个宫外孕的发生。所以的话，只要我们测出来怀孕了之后呢，我们同样的要排除宫外孕的可能性。所以我们要定期的监测这个 hCG 和孕酮来动态的看它的值的一个翻倍的情况。如果说这个 hCG 和孕酮的值特别是 hCG，它翻倍不明显这种可能性，除了一个是胚胎发育不良，就是说一个是或者生化妊娠呐，或者是先代流产或者是肌瘤流产这种可能性之外呢，我们最重要的话就要排除宫外孕的可能性所以的话呢，无论是试管婴儿也好，或者是我们的自然受孕也好，都要及时的排除这个宫外孕的这个发生。